食材都相当的具有一个水平，而且像龙虾啦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龙虾，所以它的龙虾是它的一个特色。然后呢，它的肉也很棒，因为我没有吃牛，所以本身我对它的猪肉啊，就是相当的一个推崇，而且它的汤头，让我喝起来是相当的一个舒服，而且的这个海鲜吃起来都很新鲜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鲜赞。我们是上面会附的米花糖，那我们的酱汁会特别去用日本的昆布、日本的柴鱼，还有日本的那个酱油下去做调制，那颠覆一般的寿喜烧带咸又很甜腻的感觉。那我们会在上桌前会做一个 special 的一个部分，我们会在餐桌上淋上我们特制的酱汁，然后让米果整个就是融化在锅底里面，然后做肉品的搭配着。